Crochet is just something Melody likes to make. Before I met her, I didn't even know what crochet is, and now she's just doing it all the time. 那你为什么要站着过着？因为吃太饱。 When I cook, when we eat, 吃饭啊。 是我看到别人割得很漂亮，我也想勾，就一根线啊，它做成衣服可以做成围巾，可以做成包包，可以做成任何你想要的东西。还可以做蓝杂、勾帽子啊，它还可以勾鞋子、勾袜子、毛内裤。现在很多人在勾比基尼啊，超级多人在勾比基尼。比如说我做了这样一个东西，我可能不会再想做同样的东西。如果我做了同样一个东西，它肯定是不一样的配色，然后它可能是另外一种感觉。我觉得还是挺少的。 其实还是主要太花时间了，而且这不是个必须。不像以前说啊，妈妈织个毛衣是为了给小孩冬天穿，你去外面买更贵。我主要觉得做这件事情挺开心的。如果你说你能把想把它做成一个事业，或者说你能卖出去，就像你拍片子，你觉得能把它卖出去，那当然很好。但是如果不能卖，你也觉得也很好玩。